大家好，我是 S 馆长。那么今天是照例的我们的辐射76的一个新闻视频。那么就在昨天1月16号，反正北美时间1月16号，那么辐射76发布了最新的每周通讯文章避难所内务 Inside Vault。 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主要汇集到的有废土客这个大型更新的 UI 方面的一些调整，94号避难所即将关闭的消息，以及废土客资料片的封闭测试和社区摄影活动。那么我们一个个来谈。那首先呢，是辐射76废土客的 UI 调整啊。这个大型更新呢，不仅仅会包含新内容和错误修复，还包含各种关键的游戏改进。那么其中一点呢，就是改进如何与任务 UI 交互。那如果到时候你在新废土上冒险时啊，会注意到第一件事就是地图上的任务标记都变得不一样了。那比如说主线任务现在在地图上显示的是方形的任务标记，而支线或者日常任务则显示为现在的菱形标记。你的所有任务呢都将显示在地图上，就是无论你有没有激活这个任务，都将显示在地图上。但是你未选中的任务被设计为未激活任务，他们的标记会是黑色的。如果是你已激活的任务，他们的照样会是金色的。那么这样其实可以更方便的让你安排行进路线。比如说呢，大家不想就是把所有的任务都标出来，这样搞得很乱。但是呢，现在比如说你可以标一个主线任务，哎，说我现在要去这儿，你可以看沿路上有哪些支线任务方便你做，这样你也不用总是到 BB 小子里开了关来看，这样能顺便一下规划路线，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功能。那么当你在地图上单击某个任务标记的时候，会弹出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呢会显示任务的名称、描述、日记条目以及当前的进度。那么在弹出窗口的底部呢，有三个新选项啊，一个是切换为激活或未激活，那么这个选项简单来说就是把未激活任务变成激活，反之亦然。那么第二个选项呢，是让此任务变为唯一激活任务，就是把所有其他的任务全部选为未激活，只激活这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个是在 BB 小子中显示，这个呢会自动关闭地图，然后自动打开 BB 小子的任务界面。那么这个选项卡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首先它比如说你有一周没上线，然后你接着做之前的任务，你就会摸不着头脑。但是这个呢就明确告诉了这个地方你要干嘛，你之前干了什么，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包括这个任务的图标甚至更多的信息都有。那么下面这个 GIF 图啊，实际上是在这个废土客的 E3 宣传片之后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实际游戏画面。那么其实不光是 E3 的宣传片，这个是我们现在唯一得到的废土客的完整的实际一段演示，就是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录像其实啊，不只是教你就是演示了一下这个新的任务界面，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新的信息，但我们等会儿再说。那么游戏设置的菜单中还会有这个新选项啊，比如说当任务被添加到 BB 小子时，这个控制权是你的，你可以选择自动激活任务。比如说大家现在知道，如果你走进一个事件区域，这个事件会自动显示在你主屏幕上。那么在废土客之后，你可以选择哪些任务会自动显示在界面上，哪些任务不会自动显示在界面上。那么第二个消息啊，是94号避难所即将关闭的消息。那么贝塞斯达是这么写的，去年我们兴奋地打开94号避难所的大门，以 Raid 的形式为你带来可重复游玩的高级别内容。但是通过我们收到的社区反馈，我们认为94号避难所及其任务没能提供我们原本所希望提供的高质量体验。因此我们目前计划在废土客上线的同时关闭94号避难所，也就是不是现在关闭，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希望提前通知您这件事，这样您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你想完成的避难所任务。
当94号避难所关闭后，我们计划通过其他方式让玩家获得原本的奖励，那比如说绞杀藤动力装甲和避难所特殊钢材，但目前呢还没有这方面的更多的细节。第三件事情是废土客的封闭测试，而这个封闭测试也刚刚在今天宣布跳票一周。那么废土客专用测试服务器，也就是这个封测的申请已经结束了。申请的人数呢，按贝塞斯达描述是非常让他们鼓舞，因为有非常非常多超过期待的玩家表示有兴趣测试新内容。但是呢，这个计划只是想邀请几百名玩家而已啊。当然，他们也说后来可能会根据测试需求呢增加邀请数量。而且的这个申请是优先考虑活跃玩家。那么这个封测本来计划是在今天就开始发出邀请的，但是很不幸他们说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呢这个跳到了下周开始啊，下周五应该是。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是阿帕拉契亚周边市这个摄影竞赛啊，这个摄影竞赛呢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换一个主题。如果你的照片在辐射76的官方论坛发表之后被选中了，会给你原子点奖励。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其实都不是这些，而是贝塞斯达完全没有提到的事情，而是我们刚才在这几个任务 UI 改变里看到的东西。在伊芙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斯普林斯峰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观景台，它原本是一个工坊的图标，但在这个新的地图上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图标。而在之前的这个一些 sneak peek 的一些小消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被一群叫 The Foundation 的阵营的人占领的。 The Foundation 好像就是基础定居者，或者这么说，他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地下。而且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地下呢是新地点，以前这个地方是没有地下场景的。他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基地，那么这个工坊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基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止这一个，如果大家仔细看灰堆的话，就会发现灰堆上有一个标记，是一个飞行的鹰的标记，而这个鹰的标记实际上在 Reddit 上已经被人找出来，是和之前放出的罗斯林工作营地掠夺者营地上的标志一模一样，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老鹰帮、秃鹫帮的一个掠夺者帮派的据点。那么原来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过多可以看的。那么接下来是一个叫寡妇的鲈鱼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原来也只是一个小地点，没有什么特殊，但现在看来也变成了一个掠夺者地点。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森林区域的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森林区域的俄亥俄河流冒险这个码头也变成了掠夺者标志，也就是说这也会是一个掠夺者的据点。那么地图上呢，虽然现在我们只能找到这三个新的东西，但是大家看这个地图也知道，这个地图首先呢它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解开，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现在得到这几个地图区到底有多少新东西，到底改了多少新东西，我们其实还不知道。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很多已知的已经变更的或者新地点，在这边和大家不完全的数一下，比如说我们有瓦托加市的地下停车系统啊，地下车库，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我们有泥沼的这个邪教教堂，这个是被改造的地点。那我们有这个坠毁的太空站，这个可能是掠夺者的总部。那我们有安家农场，安家农场是这个定居者的一个据点。那我们有刚才说的斯普林斯峰、寡妇的鲈鱼、罗斯林工作营地，那么还有这个俄亥俄河流冒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确定，包括这个79号避难所等等等等，还有这个76号避难所旁边的这个 Wayward 这个酒吧旅馆，这些都是我们已知的新的地点。那么这次呢简单来说，就是现在我们从这个信息中能挖掘出的所有的内容。那么在这里要感谢 Juice Head 他提供的信息，也感谢 Reddit 原始发掘的信息。那我们如果有更多新闻，下期再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四，因为每周四是辐射76官方发布 Inside Vault 文章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在周四例行更新。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新闻，请订阅关注。